三号馆里落幕，全花其实都还没完结。其中歌后的红唱也让人相当惊艳，许佳莹更被封为新主持人。之后，以上就是肉肉部分的啦。本期局长道歉，不管是后台秘书还是天才，都让人直呼拉拉也太累了吧。拉拉坐在镜头的地位很容易瘦下来，大家都相当好奇拉拉到底是怎么做到的。他透露自己瘦身的关键就是控制自己的饮食，吃饭时行称重，要求自己减饭，将热量摄取减少，避免食物量爆胖。肚子饿就吃口香糖，不仅可以增加饱腹感，也会让热量超标。尤其在进食前夕，拉拉表示他并不能够把关，是为了在红毯上的形象最美的一刻。接下来是这里报道。